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下礼拜就是万圣节了，后尾公和国小开始陆续准备了真济活动，为着让学生更加有过节的气氛，校方特别结合艺术、资讯以及英语等等的课程，除了让全校的小朋友家己动手制作万圣节的布置，将学校打造成一个大型的万圣节游乐园，更会当让小朋友了解外国的万圣节文化。各种万圣节总伫充满伫校园内底，这是好尾公和国小为着迎接后礼拜万圣节，全校师生是动起来，将学校布置成一个万圣节游乐园。什么做死神魔？牛奶罐，泡酒金罐。那你们做多久？做3天。两天。全部东西都好玩。全部都做完了。有没有期待下礼拜过万圣节？有。我跟大家一起布置了这个，那个怎么说？女巫。团队合作吧。因为大家一起努力完成这一项作品，然后摆放出来给大家看。10月31日就是一年一度的万圣节，为此公和国小是已经陆续准备真多应景的活动，并且为了让学生仔更加有过节气氛，校方更加是结合艺术、英文等等课程，除了让小朋友家己制作万圣节装置，更会当来认识外国的文化。因为我们是结合那个英文课的活动，那我和英文老师有讨论过，希望小朋友从这个活动当中不是只有玩，然后只有要糖果，我们希望可以让他们借由这个活动可以了解西方的文化。那前后到完成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那因为课程艺术课是每周一个年级只有一次，所以其实这中间又会穿插一些事情，就是零零散散加起来就是1个月的时间。到布置，光布置也是小朋友亲自来，让他们说我要在哪里，然后再去布置好，让他们退后看哪里觉得怪怪的，再去做调整。另外，一挂装置艺术的材料，其实拢是伫平时真简单会当找到的。校方嘛表示，期待透过安尼的方式，让小朋友了解其实艺术是充满伫家己的周边。那就是让小朋友可以结合生活美感，那让他们用随手可得的废材，那自己经过讨论之后，然后让自己创作出自己的东西。透过节庆锻炼小朋友将平时上课学到的物件来实际应用，更会当来认识不同款国家的风俗民情。也期待后礼拜校方的万圣节活动，会当让全校的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回忆。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。